女主唱高歌引航在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面前献唱国歌，只不过仔细一看，国歌歌名并不是原本的爱国歌，只写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歌。甚至歌词内原本出现表述朝鲜半岛整体的三千里也被删除，改成这世上。原来北韩宣称南韩非我族类后，就不断和南韩切割。三千里금수강산팔천만결의와같이북과남을동적으로오도하는잠재적인낱말들을사용하지않는다는것과一月，金正恩先是在人民会议上表示不再寻求和南韩统一，随后再从国歌歌词中剔除象征朝鲜半岛整体的三千里。最近更因为南韩国歌也叫做爱国歌，干脆直接舍弃名称。사회주의건설의전면적부흥을앞당겨오기위한성스러운여정에서민족최대의경사스러운사월의명절을맞이한而且金正恩除了和南韩分道扬镳，更打算嘱咐金日成切割。原本四月十五号是金日成的诞辰，又被定为太阳节，只不过南韩媒体却发现今年太阳节的字眼消失了。시설물은같은영상인데태양절이란문구대신4월15일글자가적혀있고事实上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一直坚持朝鲜半岛统一，但金正恩却唱反调，高唱独立，甚至还拆除金日成建造的统一门，趁机提升个人崇拜。金正恩动作频频，和南韩决裂之际，是否更藉由抹去金日成的统治痕迹，借此巩固领导地位，引起各界的关注。三立新闻为您报道。